如果搭荃湾线嚟机11，经过红区，搵呢个 J 咧，就唔使喺上面晒太阳啦，而喺中间倒出，继续行就系呢个 J 区啦。东站呢度有告白啦 ，K11 呢个新嘅名称，维港文化会。出嚟转右就系海皮嗰边，咁沿住呢度继续入去咧。就是 K11 Musea， 路在室内行过嚟，不用晒太阳喎，几好。呢度系好讲环保嘅，咁所以咧，佢种咗好多垂直嘅树。入嚟呢度咧系 B1， 咁要上上边嗰啲楼层咧，仲有好几层嘅，咁就有呢度过去转右啦。问咗嗰啲服务员，咁话咁多绿色草系真抑或系假咧？咁佢好坦白话我知，呢度呢啲冚唪都系假嘅。经过呢只熊仔 K11 嘅，嚟到呢度以为去咗一间花店，原来呢度系饮咖啡嘅。都好配合喎，好多樹木喺度。咁而家上一層睇下先，望過對面係中間道停車場，啱啱開始營業。呢個就真係大門啦。监测哦，测试个空气嘅资料嘅。新世界入嚟泊车咧，就喺呢个位入啦。而家就变咗呢个咁环保嘅样，打直生嘅好多植物墙。大门嘅两旁咧。都有植物牆，呢啲咧肯定就係真噶啦。入到嚟真係好宏偉嘅感覺。有擺動嘅。一个系列嘅历史展览，因为一路过去咧，喺路中心咧都摆咗好多嘅。呢两张系1953嘅。呢张咧1949年嘅，哇！忽然间好似嚟咗一个好盛大嘅场面啊！一个柜台成条大木咁样，
天花嗰啲裝飾咧就真係好得意啦。呢度上一層就係 gentleman's culture。基金嘅，專係介紹我諗係嗰啲工藝嘅。咁今期咧就係、是、介紹廣彩，即係廣州金點牡丹碟。呢只係比較細啲嘅，咁都係近期一啲嘅。富貴花碟茶具，上一層都有好多啲座椅，不過呢啲咧就唔係陳列嘅啦。真係俾人可以坐，呢張可以坐嘅，呢張係陳列嘅。嗰啲係幾十年嘅設計嚟噶啦，有新有舊。一個新潮嘅藝術展喺呢個位置都幾好，大圓波嗰度咧同佢做配襯。特別的展覽櫃，遠者有另外一個。咁呢度明明是玻璃噶啦，睇下睇下喺呢度，哇！不過玻璃嗰度好似走啲嘢出嚟嘅，真係噶喎！啊，又俾佢諗到啊！另外一個。一樣係有水人射地嘅，呢度有個休息嘅地方，喺下面望上嚟咧，就係呢一個氹氹轉啫。作品叫做《冥色鹦鹉》，鹦鹉嘅下面有张好靓嘅凳，唔知道靓。鹦鹉咧就冇七彩啦，张凳咧就有七彩，好代望啊！唔通都啷啷。咖啡个大波波咧，金球入到嚟咧就系咁样噶啦。呢个短片由刘嘉玲系做主角嘅，
就在这里了。磨了角的玻璃，那些光去折射，就有很多纹。这个金楼梯上过一层了，上到嚟真系好魔幻啊！吓你一跳，2015年创作，加了灯光技巧就好有味道了。背景都襯曬佢。这个草地想到打这个高尔夫球，景圃里面这个设计也画满了公仔的。